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神蔡依林独特霸气的风格深受许多粉丝喜爱，她41kg 的完美身材更是粉丝争相效仿的目标。蔡依林今日便在 IG 上公布她在家锻炼腿部的妙招，让网友们惊呼天后就是不一样。蔡依林过去曾经有段减肥黑历史，为了减肥尝试各种偏激法，到最后才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也成功练出人人羡慕的穿刺腹肌和浓纤合度的美腿。今日她便在 IG 大放送 PO 出一段躺在沙发上也能锻炼美腿的招数。只见影片中看到蔡依林平躺在沙发上，双手随意的放在头后方，头则是面向电视荧幕的方向，放松休息的过程中，脚却勤劳地踩着爱犬呼呼的身体，开玩笑在文中表示泰式按摩，让网友们看后笑翻，但也纷纷羡慕的留言，狗狗是不是太幸福了，我也好想被你泰，第一次这么想当狗。蔡依林在家休息时帮爱犬按摩的同时也兼顾健身，翻摄自 IG。蔡依林曾经做了一个和爱犬1:1大小的翻糖蛋糕，翻摄自脸书。蔡依林上非常疼爱爱犬呼呼，翻摄自脸书。